走了，同志们，走了，东西带好啊！过马路，过马路，东西带好啊，钱包带好啊！哇，一人领两个，来来，还有我。他不让我拿。等会我放他第一排。龙啥的，好让你去。英国，咱们又回来了。你士兵了，给吧，你士兵，那给了，给。过马路往左边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五哥。现在我们下船了。今天的景点是温莎堡。温莎堡大家知道吗？看过电影《温莎在行动》了。温莎堡也是一个二战题材的影片。现在去那里看一看。到时候我再随手帮大家拍一拍啊。咱们这次行程完了以后回去可得还要翻几部老电影出来看看，感受一下。对对对，这次行程回去好好的去翻阅几部老片子过来出来看看。诺曼底登陆吗？这小白楼漂亮啊，小白楼的大白楼。温莎在行动。要在这边排队检票，刀具类的、打火机类的都不能带进去。门口还有警卫。是要排队，排队检查，然后进入馆内参观。这是什么？谁？要打卡做记号了。他那个室内是不让拍照片，就不要拍啊。室内如果室外就可以了。今天状态刚刚恢复，说话鼻子还是嗡嗡的。
不能说太多，要恪守。里面可能不一定可以拍照，如果不能拍，就不能拍。多少人都是。下面是种指挥的，就是中国老的国王。那个机器带着上，我这里这样拎着也很麻烦。让我暂停。这当时和电影当中看的那些场景几乎是一样的，有可能电影当中的取景，包括舞台上都有。不是全部，今天我过来看的是全部。进到这里面来的，连孩子都来看。你看，从小接受这种历史，够大。不对的，都挑出来了是吧？其他的机器没有不对的吧？你要听，你就赶紧回来。那他老爷子要拍那家女孩子，人家没说，人家一直在躲避嘛。这是国王住在哪里？这就不知道了。大炮，还有大炮。1:12的玛丽王后玩偶小屋，是不是都要去啊？就从这边排队参观。这是1923年的小屋，多么清澈的。英国皇室的那个红茶，这挺不错，带两罐。里面都不能拍照，你喜欢？
又来了，你非要从我面前走过去了。好了，温莎那个温莎堡看完了，感觉还不错，偷拍了几段吧，里面是不允许拍照。那么呢，我现在出来，在一条小街边上结束今天的温莎之行。分享生活是一种快乐，我是龙哥，感谢关注60后大阪慢生活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
的柬埔寨，我真该好好休息一下，真的很不舒服啊。拍摄也应该说是结束了，这是在8国26天最后一期啊。明天要那个去机场，然后就往上海飞了，好吧？到时候我们上海再见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